要球是不可能了，一辈子别想。接下来库里要搞笑了，别笑要面子，跳球是门艺术，位置一定要站好，时机一定要把握，尺度一定要知晓，更重要，如果明知不是对方对手，尴尬一定要靠脑子化解。这不，库里一个不小心就让老詹给逮到了，库里持球突进内线，稍微不留神露出一个破绽，詹姆斯是眼疾手快，一把搂住皮球，裁判这边嘟争球，老詹跟小学生争球， Are you kidding me? 老詹往这边一站，再看看库蒙，这俩人的反差也太大了，老詹完全快顶上了两个库里，库里可就心里一苦，这要是能跳过詹姆斯，那非得耶稣附体，不如拼一拼，看看跟裁判有没有心灵感应，起跳时正好出球那就完美了，裁判来来来 ,321 还没走詹姆斯，哎呀妈呀，你在搞捏，库里 ,sorry 啦，好好跳好好跳，来了，我准备好了，当然结果很赤裸裸，这一次跳球只要詹姆斯起跳就可以了，库里这次乖乖的，压根儿想踮起脚尖的念头也没有，其实也顺利拿到球权，库里，我是谁，我在哪，我为毛要来跳球，面子不重要吗，虽然有点小尴尬，但库里还是真的猛，老詹也是真的不当回事儿，跳球吗？结果不重要，开心就好。